大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能够看出我们的这个表演艺术团还是有一点特殊的啊。先请各位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北京山水民乐艺术团的团长刘继东，我在乐队呢就是兼一些键盘和打击乐。因为由于这个小儿麻痹症啊，导致我的右下肢走路不太方便。大家好，我是乐舞团长兼笛子演奏员郑辉乐，患那个先天性的白内障。大家好，各位老师还有主持人好，我是古筝还有大提琴演奏员，我叫陈梦静，我是一名小儿麻痹症患者。大家好，我是中阮演奏员，我是张倩，我和刚才的陈梦静一样，也是小儿麻痹症患者。我叫周仲林，我是乐团的打击演员，我是一名左腿截肢的肢残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山水民乐艺术团的二胡演奏员，我叫郝文亮，我是视力残疾。欢迎各位两位团长，我们派一个代表先来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山水乐团的由来好吗？和仲团长，我们俩是当时在北京一个特殊艺术学院当老师，在这个三年的之后呢，也就是2008年毕业的时候呢，我们的团员面临着找工作比较困难，我跟仲团长就下定一个决心，那我们就拿出自己的这几年的一些积蓄，就带他们去闯一闯。当时凑了多少钱就干这么大一事，带着20多人就出来了？那时候我们算了算，加不起来有那么7-8万块钱吧，把所有的我们的工资积蓄都全拿出来了。实际上在北京就待了一个月，用一句专业的术语叫坐吃山空，我们两个的那个工资呀，拿出来这些钱都没有了，就花完了。那怎么办呢？当时一个浙江一个景区的负责人本来要2-3个二胡，当时我们排了一场整场的这个曲子，演奏完之后，那个负责人把他给震撼了，他说哇，这么精彩，而且你们这些特殊群体能把这个音乐演奏得那么好，那决定把我们整个团拉到了浙江。嗯，对，在浙江景区呢，我们相对来说是稳定下来了，而且也有一些名人，可能是到景区选景的时候，像徐克老师啊，徐克导演啊，看过我们2次那个音乐演奏，他说你们是残障人士，特殊群体，能够在这个山里边，能在景区里边能够坐下来稳稳的把你们这个音乐演绎得那么好，我很敬佩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合作一下这个电影的音乐的配器和插曲的那种音乐。哎呀，好期待啊。是是，哎，其实你们成团啊，成团的时候是2008年、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奥运会，那有没有为我们的奥运会贡献一些自己的音乐力量？像那个我们的张倩和朱林，他俩就是参与了这个残奥会开幕式迎宾前的一些演奏。他们俩参加了这种活动。还有什么珍贵的时刻我们依然会回忆起来萦绕在眼前呢？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参加了这个国乐大典，